拥有非常良好的养殖环境的利川渔场是来到花莲游客必须朝圣的景点。金牛年利川渔场呢，更是推出了年菜预购、福气拼盘、富贵香蹄膀、芙蓉醉鲜虾等，让预定年菜的游客来到利川渔场能够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年菜想要吃得健康、吃得有味、吃得好福气。2021年防疫期间年菜推荐自产自销的利川渔场年菜预定。年菜多样，而且好料绝对，能够让适合养生需求的民众来预购。这几道就是我们五饼鳄鱼餐厅目前最夯的几道年菜。那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这个阿酱师傅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年菜。我先介绍这一道好了。这一道鱼，它是我们利川所养殖的贵妃鱼。然后我们是很简单的用白酱油，就是生抽嘛，就很单纯的做法，就直接下去蒸，然后不会盖掉这个食材的盐味。那这一道菜呢，这道麻油醉虾我们也是很单纯的用几样中药，人参、当归、红枣、枸杞，然后姜片等等，然后用麻油下去一个搭配酒，然后下去蒸，也很简单。啊，这道蹄膀的话我是用了很多种蔬菜去熬制的汤头，然后再去拿去卤，然后再拿去蒸，这个工是比较麻烦啦，不过它蛮好吃的，很好吃，客人蛮接受度蛮高的。那这一道汤的话，我们这道汤是蒜头鸡，我们也是用一些比较简单的中药来去熬制的汤头跟蒜头，然后下去跟这个鸡下去蒸。正好就是这样啊。还有这一道也蛮好吃的，这个是有芋头丝跟那个蒲烧雕啊，它这个味道蛮搭配的，真的很香啊。还有最后这一道冷盘，这是我们利川所养的土鸡啊，还有我们自己腌制的咸猪肉啊，还有这个自己做的德国猪脚。春节是家人团聚的好时光，想在家中围炉团圆，又不想劳师动众的准备，年菜预购利川渔场是你最佳的好选择。记者林杰，寿丰乡采访报道。